那个。我怎么去？没事，你接吧，没事。哦，对，时间。马上。老公。还有五分钟。啊，你对，这正在拍，没事，还有五分钟。啊。真的还有五分钟就结束了。啊，陆毅，因为他们这是一个对啊，好，我完了就过去了啊，拜拜，嗯，拜拜。好，我是听他的团队的人说吧，说他跟他们家子怡说两个人几乎一个小时就一次语音聊天什么的，但你要我们采访，我从下午跟着他们到晚上采访结束，中间反正那手机语音可能响了。得有五六次六七次，然后他俩真的通上话就有三四次还是更多，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老那种我们叫茶岗茶哨那种感觉，还挺那种甜蜜的。